倒数第一个。我觉得台湾的选手比较因为是右手风，对吧？台湾左右这边走，你那边好像那边好像是左位，右边左。你前面那个不外行，这不说话，这不说话。違う違う、俺を取ってって。習近平国家主席と馬英九総統が先ほど握手を交わしました。習近平国家主席と馬英九総統が笑顔で握手を交わしています。現在笑顔で握手を交わしています。習近平国家主席と馬英九総統笑顔で手を振っております。今笑顔で手を振っていま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两岸领导人见面，翻开了两岸关系历史性的一页。
历史将会记住今天。曾几何时，台海阴云密布，两岸军事对峙，同胞隔海相望，亲人音讯断绝，给无数家庭留下了刻骨铭心的伤痛，甚至是无法弥补的遗憾。然而海峡隔不断兄弟亲情，挡不住同胞对家乡故土的思念和对家人团聚的渴望。同胞亲情的力量终于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冲开了两岸封锁大门。2008年以来，两岸关系走上了和平发展的道路。过去七年，台海局势安定祥和，两岸关系发展成果丰硕，两岸双方和广大同胞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正因为有了这七年的积累，两岸双方才能迈出今天这历史性的一步。在此，我要向所有为推动两岸关系发展做出贡献的同胞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两岸关系66年的发展历程表明，不管两岸同胞经历多少风雨，有过多长时间的隔绝，没有任何力量能把我们分开，因为我们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同胞兄弟，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当前两岸关系发展面临方向和道路的抉择，我们今天坐在一起，是为了让历史悲剧不再重演，让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果不得而复失，让两岸同胞继续开创和平安宁的生活，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共享美好的未来。两岸双方应该从两岸关系发展历程中得到启迪，以对民族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担当，做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正确选择。我们应该以行动向世人表明，两岸中国人完全有能力、有智慧解决好自己的问题，并共同为世界与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我希望两岸双方共同努力，两岸同胞携手奋斗，坚持九二共识，巩固共同政治基础，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保持两岸关系发展正确方向，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同胞福祉，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让两岸同胞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耀。我先讲这些，谢谢马先生，谢谢大家。齐先生，大陆与台湾代表团的各位女士先生以及在场的媒体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今天我跟习先生分别以台湾与大陆领导人的身份，穿越66年的时空，伸手相握，握着两岸的过去与未来，也握着中华民族振兴的希望，深具历史意义。22年前，也就是1993年的4月，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先生与大陆海协会会长汪兆涵先生在新加坡会面，签订了4个协议，
为两岸制度化协商打下了基础。十二年前，也就是2003年的十月，我在东亚经济高峰会上跟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出阵会谈。当时我们都认为，两岸的发展要以人民的利益作为依归。此刻，我跟习先生相对而坐，共聚一堂。在我们背后的是两岸分隔超过一甲子的历史，在我们眼前的是这几年来双方致力以对话取代对立，以和解替代冲突的成果，在我们的手上是永续和平与繁荣的目标。此时此刻，海峡两岸正大声地向全世界宣示巩固台海和平的决心，以及促进区域和平的讯息。这66年来，两岸在不同的体制下发展，能够从军事对抗转为合作交流，绝非朝夕之功。7年多来，两岸签订了23项协议，创造了4万多学生交流。每年800万旅客往来与1700多亿美元贸易的空前融景。这些巨大改变的基础都在于和平。历史为两岸留下了错综复杂的世代课题，这正是上书中所说的非之之间，行之为艰。对于各自坚持的敏感议题，需要双方正视现实，以智慧、耐心与诚意务实处理。但是我们依然能够努力在双方这些年来建构的制度性协商之下，达成了两岸和解与合作，推动了永续和平与繁荣。而这也是两岸及国际社会所共同期待的。今天我愿意提出维系两岸和平繁荣现状的5点主张。第一，巩固九二共识，维持和平现状。海峡两岸在1992年11月就一个中国原则达成的共识，简称九二共识。九二共识是两岸推动和平发展的共同政治基础。正是因为双方共同尊重九二共识，过去7年半来，我们才能获致包括达成23项协议在内的丰硕成果与和平的融景，让两岸关系处于66年来最和平稳定的状态。这个部分，等一下在会谈的时候，我会再做进一步的说明。第二，降低敌对状态，和平处理争端。两岸目前已不再处于过去的冲突对立，双方应该持续降低敌对状态，并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第三，扩大两岸交流，增进互利双赢。目前两岸尚未结案的议题，例如货贸协议、两会互设机构与陆客中转等，应该尽速处理，以创造两岸双赢。第四，设置两岸热线，处理急要问题。两岸目前在海基会、海协会首长之间与陆委会、国台办副首长之间都已经设有联系的机制，今后应该在陆委会、国台办首长之间设立热线，以处理紧急与重要的问题。第五，两岸共同合作，致力振兴中华。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应该互助合作，致力振兴中华。这5点主张，不是为了一己之私、单方之力，而是为了后代子孙的幸福。我诚挚的希望，双方都应该重视人民所珍惜的价值与生活方式，维护两岸和平，以中华文化蕴含的智慧，确保两岸互利双赢。徐先生，当前的两岸关系已经是1949年以来
最为和平稳定的阶段。这几年我常常在台湾的大学校园之中看到两岸学生一起讨论，一起运动，一起演奏，一起欢笑的画面，那种自然的水乳交融往往让我既欣慰又感动。他们有热情，有创意，但是他们没有仇恨，没有报复，他们能够在人生较早的阶段建立友谊，一定可以为两岸的永续和平打下更坚实的基础。我们叫好。